大家好，我是莉亚，欢迎来到我的巫师系列专题节目。在巫师二成功过后，波兰蠢驴 CDPR 只用了4年时间，就做出了风靡全世界的集大成之作《巫师三：狂猎》。这个游戏有多受欢迎呢？大家要知道啊，《巫师三》它在发售之前，知名度呢是比不上日美那些成名已久的大 IP 的。再加上蠢驴选择不给游戏做加密处理，导致《巫师三》的盗版隐患也比其他游戏来得大。但即使是这样，《巫师三》作为一个纯单机的角色扮演游戏，居然还是卖出了将近3000万的销量，简直是违反市场准则的奇观。《巫师三》确实是一部从各方面都能用宏大来形容的作品。在新时代游戏技术的支持下， CDPR 做出了一个美丽的开放世界，尺寸完全超过了前两作的线性地图，并且细节惊人。游戏里的每本书籍、每个房间，乃至每位路人 NPC 的说话口音、生活作息，都跟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经济息息相关，将原著小说《猎魔人》定下的世界观完美呈现在了玩家的眼前。巫师三还保留了前作那充满文学感的对白风格跟蝴蝶效应式的个人抉择，但由于开放世界的自由本质，本作玩家在进行任务之余，能做的事情比从前多了不少，将不干正事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各类有意思的探索地点跟小彩蛋就不说了，光一个新加的昆特牌小游戏就玩得无数人流连忘返，爆梗无数。许多玩家甚至搞笑般的给游戏打出差评，表示巫师三太败坏人生体验，一玩就过度沉浸，没法再对其他 RPG 提起兴趣。虽然这只是句玩笑话，但我的确认为巫师三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优秀的 RPG 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开发商 CDPR 那无比良心的蠢驴作风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为玩家着想的厂商应该是什么样子。10多个 DLC 免费送，两部资料片大的像续作，简直堪称游戏界的一股清流。不过为了内容的连贯性，本期节目将不会涵盖资料片十之心跟血与酒的故事。大家如果对这两个续作集的扩展包感兴趣的话，记得多多评论点赞，反响够好我就找个时间给他们做两个特别片。好了，下面我就赶快进入正题，来带大家感受巫师三那强大的魅力。因为我已经在上两期节目里讲了原著跟前作的设定，这期就不再解释一些专有名词和人物的来历了，建议新观众从前面看起，以便更好理解巫师三的内容。巫师三部曲的剧情核心其实是有差别的，巫师一的核心接近原著的短篇故事集，展现众生百态，巫师二呢则更像原著的长篇部分，着重描写北方诸国的政治形势。但无论巫师一还是巫师二，我们的主角白狼 Geralt 在其中都是一个旁观者，被动卷入别人家的权力斗争，直到巫师三，故事的核心才真正变成了 Geralt 自己的事情。于是原著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子，也就是爱人 Yennefer 跟养女 Ciri， 终于首次正式出现在了游戏里。其中 Ciri 的下落和命运更是贯穿了整部巫师三的主线。但在讲述这条主线之余， CDPR 把头两作的剧情元素，也就是民间小故事跟各国的政治纠葛都同时塞了进去，野心相当的大。此时的 CDPR 由于巫师二的成功，已经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工作室，有了更高的制作预算和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于是巫师三的制作从新引擎 Red Engine 3的开发、游戏世界的建造到文本的编写等等，都投入了远高于前作的资源。但即使这样， CDPR 还是在制作中发现巫师三的构想太大了，于是为了避免贪多嚼不烂的情况，制作组舍弃了一些写好的内容。可就算经过删减，游戏最终的剧本还是超过了45万字，光是需要配音的可说话人物就将近1000个，简直难以想象编剧们一开始到底写了多少东西。巫师三大的不光是剧本，地图的大小也远超前作，按比例尺来算的话，甚至比开放世界神作 GTA 5还要大。但光是大没有用，够不够生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 CDPR 尽可能的让地图元素能跟玩家互动，游戏里的环境建筑不再是背景板，光一个诺维格瑞城就有80多间房可以自由进出，路人 NPC 也不再是僵硬的摆设，他们有不同的作息和生活方式，有些村民的日常状态还可能因为玩家的行为而永远改变。
制作组还参考了现实中的历史文化，为每个地区设计了符合背景的建筑风格和内饰。比如说战乱不断的三不管地带威伦，就以中世纪平民生活作为蓝本，村民们家徒四壁，屋顶漏风，桌上甚至绝不会出现实物贴图。而远离大陆的史凯利杰群岛，气候寒冷，民风彪悍，建筑风格参考了古代北欧村落，屋里当然也少不了壁炉和烤肉。这些小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却建立起了整个世界的可信度。而为了进一步烘托这个源自斯拉夫神话的魔幻世界，巫师三还创作了风格极其鲜明的配乐。本作的音乐监督用东欧传统乐器结合管弦乐，谱写了一系列悠扬的旋律。他还跟跨界乐队 Percival 合作，将一些东欧民间歌谣改成了充满异教徒风格的吟唱，或激昂或暗黑，配上游戏的战斗剧情动画，简直令人过耳难忘，是许多玩家心中巫师三的一大亮点。至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亮点，万恶之源昆特牌，设计过程则充满了戏剧性，彰显了蠢驴的勤劳本质。CDPR 在游戏开发的中前期就决定放弃前作里的头子，重新设计一个更配得上巫师三风格的小游戏。但 CDPR 当时已经没有多余的人力单独为他建立开发小组，所以昆特牌从构想到制作都是靠各部门员工挤出闲暇时间完成的。原型牌的创作者里面甚至有 CDPR 的商务经理，他们通过各部门加班加点的帮助，才在忙得昏天黑地的巫师三开发后期完成了195张牌面和牌桌系统的最终设计。当然此时还没有人预见到，这个用来让玩家在主线之余放松一下的卡牌游戏，日后竟会发展成拥有独立游戏的一大 IP。 总之在2015年5月，拥有庞大内容的巫师三狂猎终于正式上线，并且第一次同时在 PC 和两大主机平台推出。游戏那超高的质量瞬间引爆了玩家跟媒体的口碑，再加上该世代的主机占有率本来就高，巫师三一飞冲天般的打入北美跟亚洲市场，斩获了大大小小800多个奖项，跻身全球顶尖3A 大作。许多新玩家就算对原著和前作不了解，也被游戏那引人入胜的世界观、充满魅力的人物跟特色的东欧冷幽默深深吸引。巫师三在系统上延续了前作的基本玩法，只是根据时代变迁做出了相应的进化。我们的白狼终于可以跳跃了，于是被地形卡住的情况就少得多了，只不过突然多了很多低空坠落的残剧。当然避免白狼狡猾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因为神驹 Roach 终于在本作中上线，随叫随到，上山入地，只要在他背上，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我摔死。本作的装备系统也比前作更丰富，制作组为各个猎魔人学派设计了可升级的专属套装，包括新的原创学派熊派。光是满世界找套装图纸就增加了不少收集控和观光爱好者的乐趣。各派擅长的技能和战斗方法差别很大，组合技能之后可以自由搭配出不同的打法，而短距离闪避动作的加入也让玩家不用只靠满地打滚来过活，打起架来美观流畅了不少。我个人喜欢用 DLC 送的狼派套装搭配剑法双修的打法，不知道大家偏爱的又是哪一种呢？当然巫师三的战斗和装备系统根本不是令他大受欢迎的特色，玩家所迷恋的还是游戏世界的整体氛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怪物都有自己的历史，无论是人人玩牌的昆特潮流，还是香艳的成人娱乐场所，都是这个活灵活现的社会的一部分，并不会为了故意去服务玩家跟游戏本体产生割裂。但毕竟是第一次做开放世界嘛，蠢驴的技术和思路还是有缺陷的，地图上奇怪的小 bug 是免不了了，游戏的节奏也不够讨喜，前期氛围过于压抑，世界观设定过于复杂，都是劝退新人的潜在因素。我个人呢还觉得巫师三有个画面上的缺点，就是即使演算过场动画的时候运镜太过生硬，加上时不时的画面 bug 会导致人出戏，有时候镜头的强行切换就像在放幻灯片一样，闲杂人等还会突然出现，冲淡了动画里面本该蕴含的情感。不过嘛，由于游戏本身的优点实在太突出了，所以玩到后来我也忽略了这个问题，光顾着注意对话的内容去了。
至于巫师系列最为人称道的任务线设计和剧情风格，在本作里其实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巫师三不再是别人的纠葛，而是 Geralt 自己的故事。为了突出新主线，制作组虽然保留了玩家们喜爱的民间故事和权力纷争，但几乎都跟主线分开了，变成了大量的支线任务。本作的支线内容极其多样化，下到帮老奶奶捡锅，陪大小姐练剑，上到查大型连环杀人案，参与政治阴谋，各个任务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却不会影响主线的推进。但由于这些支线会决定一部分配角的命运跟各地的政治局势，所以玩家在支线中的选择其实会暗中改变一点主线的体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凯尔莫汗防御战，哪些朋友会来帮忙，哪些朋友能够存活，就跟玩家做的支线有关。而北方战争的胜败方其实也是通过一系列支线决定的，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层层嵌套。人物方面，本作各个配角的形象塑造都比前作生动得多，而我们的主角白狼由于恢复了记忆，也变得比前作沉稳了不少，幽默感更是直线上升。跟老朋友们的日常吐槽，跟 Yennefer 之间的骚话互怼，都常常让人会心一笑。You smell wonderful. Geralt, we're at a funeral. You smell wonderful at this funeral. 正因为这样，新玩家们也更容易喜欢上白狼，并带入到以他的亲情为中心的主线故事中。当然了，让大家真正理解巫师三的主线剧情，我就必须先结合猎魔人原著简单铺垫一下。因为白狼养女 Ciri 的身世跟上古之穴的秘密都是小说里面早就设定好的内容。上古之穴的来历跟精灵族的历史息息相关，他们曾经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并靠这个力量主动逃离了他们濒临毁灭的家乡。精灵们在逃亡途中分散了，去了两个不同的新世界，其中来猎魔人大陆的这批精灵被称作艾恩西迪族，就是我们在游戏里见到的精灵，现在已经沦为了被歧视的次等公民。不过另一批去了异世界的精灵就强悍得多了，他们被称作艾恩艾尔族，凶猛善战，恐怖的狂烈正是他们的奇兵。虽说大家别被狂烈的盔甲样式误导了，骷髅面具的下面其实都藏着精灵族的脸。艾恩艾尔族利用独角兽的力量开发出了能转移军队甚至全族人的大型时空传送魔法世界之门，并靠着这个门四处征战屠杀，站在掠食类的顶端。但在很多年后，这帮精灵却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随意开门的能力，被困在了固定的世界里。于是乎，艾恩艾尔族开始进行实验，想培育出能自由操控世界之门的血脉上古之血。这场实验成功了，上古之血出现在了精灵王女儿 Lara Doran 的身上，而她的未婚夫正是负责实验的人之一，精灵贤者 Avalok。 没想到尴尬的事发生了， Lara 来过一趟猎魔人大陆后，居然爱上了一位人类男术士，还跟他私奔了。此时人类早已统治了整个猎魔人大陆， Lara 的幸福没能持续太久，这跟爱人先后被迫害致死，死前生下了一个孩子。几百年过去，这个孩子身上上古之血的基因最终靠着联姻流到了北方王国辛特拉的王室里，而我们的 Ciri 正是辛特拉的正统继承人，世上最后一位 Lara 的血脉。至于异世界的艾恩艾尔族就很倒霉了，失去 Lara 之后，他们的世界遭到灭世级灾害白霜的侵蚀，迟早会毁灭，需要尽快逃离。可无论他们怎么尝试，都再也培育不出纯正的上古之血。虽然极少数精灵依然能使用时空传送魔法，譬如说狂烈的领航员，但他们的能力很有限，根本无法大量转移族人，也搜寻不了没有去过的世界。这一下子大家明白狂烈为什么一直在抓 Ciri 了吧？因为只要能重获上古之血的力量，他们就能开门逃离白霜灾害，还能回复征服者的辉煌。但 Ciri 这个天选之子是怎样跟 Geralt 这个无亲无故的猎魔人扯上关系的呢？问题的答案，这跟导致辛特拉灭国的罪魁祸首尼弗加德帝国有关了。让我们先把故事快进到巫师三游戏的开头。本作故事的时间线跟前作相隔了半年，在巫师二的故事结束后，帝国大军开始北上，恢复记忆的白狼则南下寻找自己的爱人 Yennefer， 并跟前作女主 Triss 分了手。但白狼的寻人之旅并不顺利，因为 Yennefer 也恢复了记忆，得知白狼跟自己的红发闺蜜又搞在一起，自然生气的避而不见。于是 Geralt 只得独自回到凯尔莫汉，六个月后才收到一封 Yennefer 的来信，约他去泰莫利亚的村庄里商谈要事。此时的泰莫利亚早已被帝国占领，
事实上，整个北方现在有能力跟帝国正面对峙的国家，就只剩下光头国王 Radovid 统治的瑞达尼亚。这家伙趁帝国先攻打泰穆利亚等地的时候，居然发动闪电战侵吞了自己的邻国科德温，瞬间让瑞达尼亚变成了北方最大的王国。他同时也在跟永恒之火教会合作，重组了教会的武装力量女巫猎人，疯狂迫害法师群体跟非人种族。靠着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没收的财产， Radovid 硬是支撑起了高昂的军费，顶住了帝国的推进，也算是个狠辣的枭雄了。 Yennefer 在约定地点等待白狼的时候，就不慎被卷入了一场北方军跟帝国的战斗，逼得他在战场中央放了个强大的法术才得以逃离。等白狼跟师父 Vesemir 抵达现场， Yennefer 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战斗后的废墟。怀着对燕的担忧，白狼休息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多年前在狼派大本营凯尔莫汗训练小 Siri 的时光，并且燕也出现在了梦中，跟他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一觉醒来， Geralt 立即开始追寻 Yennefer 的踪迹，在附近的白果园村调查了半天，没想到最后是燕主动找到了他。燕身边带着帝国军队，没给白狼叙旧的机会，只叫他一起去被帝国占领的前泰莫利亚首都维吉玛，跟皇帝密谈要事。和老爷子告别后，狼叶二人在赶往维吉玛的途中竟然遭遇了狂烈的袭击，差点全军覆灭。等白狼来到埃米尔大帝面前，才明白了狂烈出现的原因跟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大帝唯一的亲生孩子，也就是狼叶二人的养女 Siri， 居然被目击到出现在了这个世界。大帝想借此机会把女儿找回来继位，但他既忙于战争，又不想被自己的政敌们抓住把柄，于是便委托狼叶二人去暗中寻找 Siri。这件事的危险系数无需多言，要知道 Siri 为了躲避狂烈的抓捕，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穿梭，如今他回到这里，狂烈自然会尾随而至。但对于白狼和 Yennefer 来说，哪怕天塌下来也要保护 Siri 的周全，想必皇帝也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把委托交给了他们。可这个女孩为什么对狼叶二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亲生父亲是叱咤风云的尼福加德皇帝？答案还是得去原著小说里找寻。许多玩家可能不知道， Siri 跟大帝的父女关系是小说中一个极重大的秘密，直到故事后期才震撼揭晓。恩米尔是尼福加德的正统继承人，却在小时候遭遇了政变，父亲被折磨杀害，自己也被政变者的术士诅咒，变成了半人半刺猬的怪物，每天只在午夜时分能暂时恢复正常。通过忠臣的帮助，小恩米尔逃去了北方，化名 Donny 悄悄生活，没对任何人暴露过真实身份。十多年后，他因为一些原因跟辛特拉的公主偷偷相爱，并准备去公主的生日宴会上公开要人。强悍的辛特拉女王母狮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跟个来路不明的刺猬精搞在一起，于是事先邀请 Geralt 前来宴会，计划靠猎魔人的手除掉刺猬 Donny。 没想到白狼现场解除了 Donny 的诅咒，让他恢复了外貌，得以和公主结为连理。 Donny 想给予白狼答谢，白狼就选了意外率的规则之一，向 Donny 要了一件他已经拥有但自己却不知道的东西。在场众人都没料到公主此刻已经怀孕，于是她肚子里的小 Siri 就这样成了白狼的意外之子。意外率建立起的命运之力是强大的，虽然白狼当时就离开了辛特拉，但命运依旧让他在多年后跟 Siri 相遇。彼时 Siri 的母亲已经身亡，父亲也早已秘密回到尼福加德，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大帝开始侵略北方，屠掉了辛特拉，导致小 Siri 流亡在外。经过曲折的冒险跟磨难， Siri 跟狼叶二人发展出了深厚的亲情，就连冷血的大帝最终也被他们的羁绊感动。可小说的结局是悲伤的，狼叶二人不幸身亡， Siri 将他们带去苹果岛复活，自己却只能为了躲避狂烈独自远走，踏上穿越时空的逃亡之旅。直到巫师三的故事开始，他才终于再度回到这片大陆。所以对狼叶二人来说，帝国怎么样根本不重要，他俩接下大帝的委托纯粹是出于对 Siri 的思念。话虽如此， Siri 一直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找起来并不容易。帝国密探查到他曾在两个地区出现，分别是刚被战火蹂躏过的威伦，以及北方最大的城市自由港诺维格瑞。同时 Yennefer 自己还打听到史凯利杰群岛近期出现过神秘的大爆炸，很可能跟 Siri 的力量有关。于是两人分头行动，开始搜查养女的下落。游戏也从这时开始才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对这个庞大世界的探索。去这三个地区的顺序是完全自由的，
解决主线任务的次序呢也不分先后，但只有将三个地区所有的碎片整理起来，才能完整拼凑出 Ciri 这段时间的遭遇，将故事推进到下一阶段。 Geralt 先去了离自己较近的威伦，这里本来就民不聊生，现在因为战争更沦为了没有政府的三不管地带，再加上这里沼泽遍布，怪物丛生，可以说是全游戏最压抑的一个地区。白狼按计划去跟帝国密探碰头，却发现自己晚了一步，狂烈已经将密探折磨致死。白狼找到了他藏起来的账本，里面的线索指向两个人，一个是当地小村里的女巫，另一个是在威伦占山为王的逃兵头子，被百姓称作血腥男爵。白狼先去了女巫那边，发现她才不是什么村巫，而是女术士集会所的成员 Kira。 如今光头国王在北方屠杀术士， Kira 为了避风头才来到乡下地方隐居，既然是熟人，交流起来就方便多了。 Kira 大方告诉白狼，确实有奇怪的人来接触过他，不过不是 Ciri， 而是一个戴面具的精灵法师。他带白狼去精灵法师藏身的地下遗迹，还跟狂烈撞了个正着。可一番大战后，他们发现法师早就不在这里了， Kira 这条线索也就此中断。不过女术士对 Geralt 还有个额外的请求，就是去解除湖中央老鼠之塔的诅咒。白狼如果成功归来，为表感谢，Kira 会邀请他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可第二天清晨，白狼就发现 Kira 利用他去消除诅咒，只是为了拿塔顶实验室里瘟疫病毒的研究笔记。天真的女术士以为只要把病毒研究献给 Radovid， 就能让自己免受迫害，甚至能获得重用，摆脱这乡下的贫困生活。但白狼深知光头国王才不会在乎什么病毒， Kira 去找他根本是自寻死路。要是不在这里好好把道理跟 Kira 讲清楚的话，未来去诺维格瑞城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给他收尸了。还好 Kira 也不是真的笨，经过白狼的劝解，他总算愿意交出笔记去凯尔莫汉暂避风头，这还会促成他未来跟毒蛇少侠 Lambert 成为恋人，不过那就是后话了。白狼现在要做的是赶快去接触下一个线索人物血腥男爵。密探的情报很准确，男爵确实见过 Ciri， 但因为男爵的老婆女儿现在不见了，所以他要白狼先帮他搜寻家人，才肯说出 Ciri 的去向。白狼很快查出男爵的妻女根本不是失踪，原来男爵经常喝醉后家暴妻子，最近一次动粗导致妻子流产后，对方再也忍无可忍，跟女儿一起连夜离开了他。许多人想必此时都觉得男爵是个大恶人，但这个任务的标题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事实的真相也跟标题一样，是一场外人难以评判的纠葛。男爵从前是泰莫利亚一个小军官，虽然脾气急躁爱喝酒，但也有豪爽和柔情的一面，对妻子安娜一心一意，还会亲手给女儿做洋娃娃。他常年征战在外，安娜对他感情变淡，不但出了轨，还带着女儿住进了情人家里。男爵知道真相后怒火冲天，提剑当面砍死了安娜的情人。从那天开始，安娜便日日用恶毒的话语辱骂他，而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一喝醉就对安娜动手，夫妻俩在互相伤害的漩涡里越陷越深。他们的女儿长期目睹妈妈被打，自然也恨透了老爸。于是等白狼去大城市奥森福特找到男爵的女儿，他已经投奔教会，成了女巫猎人的一员，再也不想回到男爵身边。至于妻子安娜，则在先前跟女儿逃亡时半路被怪物掳走，下落不明。其实男爵妻子之所以被抓走，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禁忌的交易。原来在威伦这个穷苦的无主之地，许多百姓信奉的不是神明，而是三个诡异的老巫狱林中夫人。林中夫人取材自东欧民间传说中吃小孩的老妖婆巴巴雅嘎，没人知道他们活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百姓只要虔诚地献上祭品，定下契约，老巫狱就会帮他们渡过难关，只是方式往往很残忍。安娜为了摆脱肚里的孩子，就跟老巫狱们定下了契约，所以她流产不是因为男爵的家暴，而是因为老巫狱用黑魔法吸干了她的体力。作为契约的代价，老巫狱们才把她抓走为奴，用魔咒控制了她，并将她的外表变成了一个老太太。白狼最终发现安娜在沼泽深处经营着一家孤儿院，可事实上孤儿们随时都可能变成老巫狱的食物，安娜的工作不过是在帮主人养猪。白狼向男爵报告了安娜的状况，作为回报，男爵也将 Ciri 的信息和盘托出。原来 Ciri 到威伦时不慎被老巫狱抓住过，带伤逃出之后被男爵收留了一段时间。 Ciri 在这里过得很开心，直到某天跟男爵赛马时遇见一只从天而降的石化鸡蛇。为了从怪物口中救下男爵，
Siri 冒着风险发动了穿越能力，他不想引来狂烈殃及男爵，于是立即动身离开，北上去了诺维格瑞。 Siri 在威伦的线索到此结束，但看在男爵对 Siri 很好的份上，白狼愿意陪他去沼泽找回妻子。可至于安娜的命运，就是巫师系列经典的道德困境式抉择了。男爵夫妇会面临两种不同的结局，然而每一个都是悲伤无奈的。如果安娜因为白狼先前的选择变成了怪物，我们能看到她原谅丈夫的瞬间，却救不了她的性命。男爵万念俱灰，回家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给男爵活下去的希望，我的白狼让安娜活了下来。可等我们找到她，她已经因为精神打击彻底发疯。这个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男爵最终独自带着妻子离开，去远方为她求医，再也不会回来。而整个威伦地区的主线也在这里告一段落。 Geralt 现在要前往他的下一站，北方珍珠诺维格瑞。诺城虽然位于瑞达尼亚境内，却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而是一个中立的自由都市，也是各国间谍集中活跃的地方。前作的女主角 Triss 目前也暂时居住在诺城。诺城靠自由贸易聚集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城市内部的权力结构也是错综复杂。首先，永恒之火教会的总部就位于这里，信教的居民本来就多。 Radovid 瞅准了这一点，大力扶持教会展开猎巫行动。原本繁华自由的诺城，现在已经成了天天烧烤活人的宗教地狱。 Triss 作为知名女术士，自然也成了教会猎杀的对象，只能躲在贫民窟生活。面对恢复记忆的白狼， Triss 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不少，但言语里还是藏着对白狼的不舍，令人不禁心生怜爱。不过 Triss 对 Siri 的下落毫不知情，所以要调查养女的行踪，白狼还得去找其他的老熟人，尤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风流诗人丹迪莱尔。其实 Siri 一到诺城就去见了丹大使，可现在不光 Siri 不在城里，丹大使也失踪了，所以白狼在诺城的主线任务都围绕着丹大使的去向而展开。找他的过程中，白狼惊奇地发现四处留情的丹大使如今居然找到了真爱吟游诗人 Priscilla。在诺城最繁华的酒馆里，美丽的 Priscilla 缓缓登场，弹唱了一曲歌颂白狼跟 Yennefer 爱情的《狼之风暴》，不但催得在场听众纷纷泪下，也让白狼感慨万千，可谓巫师三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性桥段。不过 Priscilla 也不知道丹大师到底去哪了，为了找人，白狼不得不求助于诺城的黑道势力。诺城的各行各业其实一直被四个黑帮老大操纵着，而丹大师的下落跟四巨头中的两个有着莫大的关联。第一个是掌握了所有情报资源的澡堂老板，真名为 Dijkstra， 跟白狼也是老相识了。 Dijkstra 曾经是瑞达尼亚情报部的头目，跟女术士 Philippa 一起乱阵，两人相爱相杀，最终还是 Philippa 棋高一招，逼得迪胖沦落天涯。可如今时过境迁，迪胖靠自己的能力在诺城混成了黑道老大， Philippa 反倒被挖眼通缉，沦为东躲西藏的逃犯。最近有人将迪胖的私人金库洗劫一空，所以迪胖便以情报做交换，让白狼去查是哪个胆大包天的人抢了他的钱。白狼顿时尴尬了，因为他知道抢金库的犯人正是丹迪莱昂跟 Siri。问题是，我们柔弱的丹大师怎么敢抢迪胖的金库呢？背后的理由要追溯到四巨头中的另一个人身上，也就是人称胡尔桑二世的赌博业老大。 Siri 想修复一个可以解除诅咒的法器，交友甚广的丹大师就带他去找了胡尔桑二世帮忙。作为回报，两人得去帮二世偷迪胖的金库，结果事情闹大，偷出来的钱被女巫猎人截获，胡尔桑也跟他们翻了脸，导致丹大师被教会抓获丢进大牢。白狼先循着线索找去胡尔桑那边，发现这家伙居然是个以虐杀年轻女子为乐的变态狂。想到女儿差点被这个变态伤害过，白狼一顿怒拳，问完情报后就直接砍死了他。之后白狼为了救出丹大使，还跟 Triss 商量演了一出苦肉计，从女巫猎人的总部获得了押送信息，成功截回了丹迪兰。可令白狼失望的是，丹大使也不知道 Siri 去哪儿了。原来 Siri 在跟他一起被神殿守卫抓住的时候，就已经发动传送能力逃离了现场。诺城这条线索彻底断了，
Geralt 只得前往最后一个调查地区史凯利杰群岛。不过在离开之前，白狼放心不下 Triss， 就跟狄胖一起帮 Triss 和城里剩下的术士逃去了国外。这个支线不光会关系到白狼跟 Triss 的感情结局，也会改变整个北方未来的证据。因为在送 Triss 上船后，狄胖就会告诉白狼自己的秘密计划，暗杀光头国王 Radovid。 当然这个计划还需要时间筹备， Geralt 此刻的大事还是去群岛跟 Yennefer 会合，继续找女儿的下落。史凯利杰群岛的风貌取材至现实中的古代北欧，居民们擅长海战，勇猛彪悍，并信奉原始的自然宗教。群岛的王位并非世袭，而是各大领主内部的投票选举，领主们身边的顾问也不是术士，而是崇尚大自然的德鲁伊。为了重现 Ciri 在爆炸现场的行踪， Yennefer 想向大德鲁伊尔明借危险的魔法面具一用，却遭到了拒绝。此时恰逢群岛老国王病逝， Yennefer 便趁着大家参加守灵宴的时候，带白狼去把面具偷了出来。两人当晚也终于有机会亲密相处，干柴烈火的重燃旧情。Yennefer 找女儿的方法比白狼要激进得多，不但偷老朋友东西，还用上了禁忌的死灵法术，把某个岛信仰千年的神圣花园都给弄哭了，差点没被村民用口水喷死。但也多亏了 Yennefer 这不顾一切的手段，调查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让白狼终于可以把 Ciri 的遭遇拼凑完整。原来群岛既是 Ciri 着陆的第一站，也是 Ciri 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而那位戴面具的精灵法师则是 Ciri 逃亡路上的同伴。当时 Ciri 跟他刚在群岛着陆，就被狂猎穷追不舍。面对狂猎的包围，精灵法师用法术炸毁了半个森林，为 Ciri 制造了逃跑的机会。 Ciri 传送去了威伦，跟精灵法师失散，所以才有了独自一人逃离老巫域又被男爵收留的经历。后来在诺城遇险的一瞬间， Ciri 把自己传回了群岛，精灵法师也感应到 Ciri 的力量，来海岸上找到了昏迷的他。法师把 Ciri 交给了海边的渔民小哥，自己则为了引走狂猎暂时离开。对 Ciri 一见钟情的小哥将他带回家里悉心照顾，可没过多久狂猎就找来了。为了护送 Ciri， 小哥没留在村里抵抗敌人，而是带 Ciri 狂奔到了海边跟精灵法师会合。 Ciri 想让精灵陪他回去救村民，精灵劝不动他，并用魔法让他陷入了沉睡，划船离开。小哥不放心地跟了上去，却被狂猎士兵砍晕。也不知过了多久，小哥从昏迷中醒来，看见了 Ciri 离开时坐的小船，上面却没有女孩也没有精灵，只剩下一个不会说话的畸形小怪物。小哥后来的下场是悲惨的，他被村民们误解成不敢面对狂猎的懦夫。为了洗刷污名，他独自去猎杀岛上的诅咒狼人，结果受伤后孤独地死去。狼人二人得到的大部分线索都是用死灵法术从他的尸体上问出来的，而那个小怪物的画面就是他关于 Ciri 最后的回忆。白狼听完后心中一沉，因为他早就在血腥男爵的家里见过那个小怪物，男爵也说是出门打牌的时候从一个群岛来的商人手上赢过来的。男爵给他起名乌玛，拿给手下当宠物养，可结合 Ciri 在诺城时想解除诅咒的行为，小怪物乌玛说不定就是中了奇怪诅咒的 Ciri。 Geralt 立即去找男爵的手下要来了乌玛，并把他带到了凯尔莫汉，要跟燕和狼派众人一起设法解除诅咒。老爷子生怕伤到 Ciri， 想先试试温和点的解咒方法，需要一晚上时间。于是在等待老爷子的时候，狼派三兄弟久别重逢，狂喝了一整晚，还发生了偷 Yennefer 衣服搞女装 play 的爆笑温馨桥段。老爷子第二天沮丧归来，他的方法毫无作用，大家只能采纳燕的意见，用猎魔人的剧毒突变实验结合 Yennefer 的法术跟 Ciri 留在霍尔桑家的法器，三管齐下用在乌玛身上，才终于揭开了诅咒。乌玛恢复了真容，却是一张男性精灵的面孔。原来中诅咒的人不是 Ciri， 而是上古之血 Lara Doran 的未婚夫精灵贤者 Avalok。 在 Ciri 穿越无数异世界以躲避狂猎的日子里，一直是 Avalok 陪在他身边，教他如何正确掌握自己的力量。他在保护 Ciri 的时候中了狂猎的诅咒魔法，靠药物支撑了一段时间，直到将 Ciri 藏好后，诅咒才彻底发作，变成了不能说话的乌玛。如今 Avalok 虽然恢复了原形，却因为青草试炼的剧毒虚弱的下不了床。他向白狼透露了 Ciri 的所在，就又昏了过去。白狼立即动身去接女儿，奇月人则在凯尔莫汉备战，
准备等白狼接回 Ciri 后一起应付狂烈的攻击。 Avalok 将 Ciri 藏在了被魔法包围的迷雾岛，可等白狼抵达岛上，找到的却是 Ciri 冰凉的尸体。白狼痛苦的几近崩溃，最后绝望的将养女抱入怀中，脑中一遍遍回放她小时候活泼淘气的模样。还好一切只是虚惊一场， Ciri 只是靠魔法维持着假死状态。她睁开双眼，经历了大悲大喜的父女二人深深相拥，这段漫长的寻女之路也终于落下了帷幕。接下来白狼要考虑的是如何从狂猎手中保护 Ciri。 回到凯尔莫汗后， Ciri 立即去拥抱老爷子和 Yennefer，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留给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狂猎很快必会来到这里，到时候就是一场正面恶战。许多白狼一路上帮助过的人此时都来了凯尔莫汗助阵，包括已经逃去科维尔安家的 Triss， 有的老朋友比如巫师二的 Roach 和 Lethal， 即使曾经立场对立，也都愿为白狼暂时放下仇恨，携手作战。这场防御战打得艰苦无比，为了抵抗白霜的寒冷， Yennefer 全力制造了笼罩整个城堡的护罩，可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被狂烈的先前攻击打得精疲力尽，最后燕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敌人主力立即冲开了大门，将门前防御的白狼等人全都动了起来。狂烈之王 Aridin 亲临现场，一把拖走了 Ciri。 在这绝望的情况下，现场唯一没被冻住的 Vesemir 为了保护 Ciri 被打成重伤，抓为人质。眼见 Ciri 就要为了他主动投降，老爷子故意激怒敌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像祖父一样疼爱过 Ciri 的老猎魔人，在赴死的前一刻还不忘叫他展翅翱翔。 You always were an unruly child. I adored that about you. Now fly!巨大的悲伤让 Ciri 陷入了疯狂，魔力瞬间暴走，逼得狂烈全军撤退。眼见 Ciri 失控的力量就要毁灭整个凯尔莫汗，还好 Avalok 及时醒来阻止了他。眼前的危机告一段落，大家在缅怀老爷子之余，也不得不思考下次面对狂烈的对策。如果 Aridin 永不停止对 Ciri 的追捕，那还不如主动引诱他出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但凯尔莫汗的战斗已经说明了，光凭几个猎魔人跟女术士是扛不住 Aridin 的， Ciri 需要真正的军队帮忙才能完成这个计划。谁有能力和理由调动大军来支援 Ciri 呢？当然是他的亲爹尼福加德大帝了。但帝国大军终究是凡人之躯，要对抗狂猎部队跟白霜还需要其他势力的帮助。在寻求更多盟友的日子里， Geralt 有了更多陪伴 Ciri 的时间。他跟 Ciri 去威伦报了仇，原来威伦的三个老乌鱼一直是狂烈大将 Imnaris 在这个世界的仆人，而 Imnaris 就是掐断老爷子脖子的人。父女二人面对两波仇敌分头行动， Ciri 手刃了三个老妖婆里的两个，白狼则用法印烤熟了 Imnaris 的头，最后大锤一砸，亲手为师父报了仇。在准备大战的期间，白狼也并没忘记狄胖邀他参加的弑君计划。事实上，白狼对弑君计划的处理方式将影响整个北方的未来。如果白狼不加入， Bradavid 的不死，北方未来就能顶住帝国的进攻，但同时也会变成永远迫害法师和非人种族的恐怖国度。于是白狼权衡再三，参加了弑君行动，不光是为了法师们的未来，也是为了好兄弟 Roach， 因为狄胖答应在事成之后帮泰伯利亚复国。计划进行当天，女术士菲利帕主动现身帮忙，他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单纯想让光头国王为挖他双眼付出代价。女术士享受完复仇的快感后就离开了，不可一世的 Radovid 就这样死在了阴暗的小巷里。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很纠结了，狄胖根本不可能帮泰莫利亚复国，而是准备直接杀掉 Roach 这帮泰莫利亚残党，当成谋杀国王的替罪羊。从局势上来看，其实这是对北方最好的选择。未来的狄胖不但能领导国家击退帝国的进攻，还将带领北方改革走向自由和繁荣。相反，就算帮 Roach 等人离开，
他没有独立复国的能力，未来也只能朝大地低头，成为帝国扶持的新泰莫利亚。虽然话是这么说嘛，但不会真的有人对 Roach 这个好兄弟下得了手吧。胖子失算就失算在低估了 Geralt 跟 Roach 之间横跨两代游戏的友谊。为了保护朋友， Geralt 对狄胖下了杀手，而未来北方的战败在这一刻就成了定局。南北政治的大事告一段落，对抗狂烈的准备也差不多快完成了。通过狼夜的努力，幸存的女术士集会所成员纷纷加入我方，准备到时用大型法术支援战局。但阿弗拉克深知艾恩尔族目前的实际兵力，如果狂烈身后有援军支撑，我方依然赢不了他们。所以在迎接大战之前，阿弗拉克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策反艾瑞丁手下权力最大的将军兼总督 Gales。 阿弗拉克带白狼一起去找将军密谈，途中需要经过许多不同的异世界。正是这一趟短暂的穿越之旅，让白狼得以目睹被白霜毁灭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也理解了 Ciri 在世界之间不断跃迁的感受。跟穿越的危险相比，策反将军就显得简单的多了，因为将军是个对先王极其忠诚的人。于是 Avalok 说出了害死先王的真凶，并把将军带到了 Ciri 面前加以证明。原来 Ciri 在15、6岁时就去过一趟艾恩艾尔族的世界，当时阿瓦拉克为了让上古之血重新回到精灵族，就以送 Ciri 回家为条件，说服了他去给精灵王生孩子。可人类在精灵王眼中是牲畜般的劣等种族，精灵王尝试了几个晚上也没能对小 Ciri 下手。于是 Aridin 便利用这个情况骗精灵王喝下了大量的催情魔药，意外毒死了他，自己才得以掌握大权。透过捕梦师的通灵能力，阿瓦拉克向在场众人重现了先王之死的瞬间。将军看后当即表示绝不会派任何援军支援艾瑞丁，他还指引众人将大战地点安排在史凯利杰群岛，以 Ciri 为诱饵，使用太阳石召唤艾瑞丁的旗舰。时机终于成熟，众人集结之后扬帆出航，除了帝国海军，连史凯利杰的老朋友 Crate 家族也带着舰队前来助阵。狂烈一现身，寒气就冻住了海面，令我方船舰纷纷触礁。在 Avalok 的提示下， Ciri 杀进战场，找到了施法的狂烈领航员 Caranthia。 Caranthia 在激战中打伤了 Ciri， 眼见女儿有难，白狼硬是移动了冰封的身体，跟 Caranthia 一番缠斗后刺死了他。这一下子狂烈彻底被断了后路，白狼也终于要面对最大的强敌 Aridin 本人。看着老 Crate 惨死在 Aridin 剑下， Geralt 愤怒到了极点，用上自己所有的战斗技巧，终于结束了狂烈之王的生命。Aridin 在断气前告诉白狼，他俩都上当了， Ciri 已经被 Avalok 带走了。在白狼陷入惊愕之际，岛上的精灵传送塔遗迹突然启动，世界之门就要打开，新一次的天球交汇即将到来。狼亚人顶着从天而降的寒霜和陨石雨，狂奔赶去阻止。等上到塔顶，发现果然是 Avalok 在启动大门，白狼立即拔剑对准 Avalok， 精灵却丝毫没有战斗的意思，原来他只是在执行 Ciri 的请求而已。 Ciri 平静地告诉 Geralt， 他要再度离开这个世界，踏入交错的时空，用上古之血的力量阻止白霜蔓延，这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责任。 Ciri 并非不想留下，只是他已经见过了太多白霜摧毁的世界，也知道这片大陆同样难逃白霜降临的预言。为了真正保护他爱的人们， Ciri 拒绝了白狼的挽留，走入了传送门。在异世界的风暴里，回忆一幕幕涌上 Ciri 心头，如果悲伤和遗憾太多，他便会失去对这片大陆的留恋，永远不再回来。但我们的白狼怎么舍得伤女儿的心呢？正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的用心陪伴，给了 Ciri 一定要活着回家的信念。几个月后，冬天来临，帝国的胜利已经为战争画上了句号。 Geralt 来到白果园，满心期待跟 Ciri 的重逢，
父女俩一见面就去雪地里打猎炸鱼，尽情玩乐，就像回到了 Siri 的童年。然而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黑日旗帜的帝国卫队很快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来恭迎他们的新任女帝。原来大帝已经准备让位， Siri 也同意了接下生父送给他的江山。他认为只有处在那样的位置上，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个世界。白亮对 Siri 的选择很是震惊，也许当初不带他去见大帝的话，他就会坚持小时候的梦想，成为自由自在的猎魔人吧。可无论如何，这是 Siri 的人生，白亮即使心有不舍，也会理解并支持养女的决定。他目送 Siri 离去，而巫师三的故事就这样走向了落幕。白狼跟 Yennefer 自此远离政治，回归平凡，过上了随心所欲甚至有点慵懒过头的日子。直到某一天，一张诡异的猎魔委托告示和几位来自南方的使者，让白狼又踏上了两场奇特的旅途。不过那就是资料片《十之心》跟《血与酒》的故事了。巫师三毫无疑问是真正把 Witcher 这个 IP 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游戏，也是我心中地位最高的 RPG 游戏。每位人物、每句台词和承载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我甚至觉得巫师三的生动程度已经让大部分其他游戏难以企及。这么说吧，我在这期影片里讲述的世界特色和主线故事跟巫师三真正的体量比起来，只能说是冰山一角。游戏里许多选择带来的差异我都没能讲到，而无数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支线和探索点，背后也可能都隐藏着发人深思的纠葛和反转。如果不是无意逛进里尔顿庄园背后的地窖，我永远不会知道庄园主几十年前就被妹夫给砌进了墙里。如果没在白果园跟猎人闲聊，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同性恋人就是领主自杀的儿子。这些鲜活的细节为巫师三的世界注入了生命，而玩家和白狼就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只有亲自沉浸进去才能体会到它真正的魅力。当然了，在众多或紧张或惊悚的任务中间，大家也不要忘了来一局昆特牌哦，毕竟那才是正事嘛。 But as we are both forced to wait, fancy a round of wait. Why not?到这里，我的巫师三部曲系列节目就终于告一段落了。这个坑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深啊，但我真的是很喜欢巫师系列，所以像这样专题视频的方式来介绍它，其实是我早就想做的事情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未来我还会找时间做两期资料片的内容，说不定还会给精彩的支线任务专门做个特别片。想想那个工作量绝对会很酸爽，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点赞订阅分享支持一下我噻。我是雷亚，我们下次再见了。